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我现在去发一下快递。我知道又一层有 IT， 我知道我很少。很大一家 IT 的又一层。我知道我很少逛到那边。我也不知道。逛又一层。我从来没去过呢，我现在去一下。然后那你能找到路吗？他说。发完快递了，现在去买菜回家煮饭。我老公说我这样穿好像男人婆哟。还没分开呀？哇，前面好多鸽子啊！哇，干嘛不开灯？我有个我们，开始煮饭了。刚刚回来休息了一下，我现在想煲汤，现在有空就想煲汤喝，因为瘦了。我老公4月5号开始去上班的，到现在我瘦了12斤，差一点点12斤，好开心啊！他只要不在家，我就变瘦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瘦的，反正体型上面没瘦，但是体重方面是瘦了12斤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这里一点猪骨花了105块，还是很贵的。我这个煲汤锅特别大，里面的水也特别多，盖子盖子让它大火在里面煮。我之前的那些锅都太小了，煲汤还是要这种砂锅煲出来的才好喝。这个汤好香啊。